Jika saya ambil takaful PA, kemudian accident mati, dapat atau tak dapat some cover to family? Dapat? Guarantee dapat lah. Mm. As long as 是 accident. Accident, mati, mesti dapat. 我们怎样可以 categorize 它是 accident 啊？就是那个突然而来、突发的事情，你预测不到、避免不了，导致那个人死亡，就叫做意外。包括什么呢？被蛇咬，对，死掉也是意外哦。医生问我，但是被那个蚊子咬到哎，dengue死掉哎。你要明白 dengue 哦，它是传播病毒，那个病毒令那个人死，不是那个蚊子令那个人死，所以不算意外。但是蛇咬到为什么是意外呢？因为蛇自己的毒液 directly 令你死亡，所以是赔的。如果今天我看恐怖戏吓死呢？你不会吓死那个人，那个人吓死因为心脏病吓死的嘛，所以不是意外哦。OK， 如果那个人驾车心脏病啊撞车死掉了，是意外吗？不是，因为心脏病先来。对，因为心脏病先来。他真正的死因引起意外是心脏病，所以 that's why 不是意外。所以看恐怖戏也是因为心脏病死，不是意外死哦。